民众起个大早，身份证、履历准备好，衣着也要整理一下，来到就服站找工作。我在金融业服务大概有30年了，那因为中间有三年是去做跳槽去做餐饮业，那现在想要再回来，觉得外商其实也还蛮喜欢用我们台湾的子弟，那台湾的子弟也不会排斥说到外商去工作的。台湾的青年哈，英语都有一定的程度。而纵观台湾整体的就业情况，主计总处公布3月的失业率是3.38%，相较2月下降0.01%，而这也是24年来的同月最低水准。相比各国情况，美国3月青年失业率约8.8%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则维持在15.3%的高档，25到29岁则缓增到7.2%。日本3月份的失业率下降到2.6%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还有瑞典青年的待业比例则都高于20%。各行各业祭出好康，缓解缺工问题，同时也盼降低失业率。体育新闻，杨旭敏姐台北采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